我亲爱的谢老板，我们会这么吵是因为你开的餐厅卫生环境实在是不合格。不合格？我告诉你，蟹堡王全体员工以生命担保，每天都会定时定点保持环境卫生。抱歉迟到了谢老板，我海绵宝宝回来工作了，长官。这就是你所谓的保持环境卫生吗？臭螃蟹，我们一起拆了你这一间恶心的餐厅吧！谁听我？我听，我听，大家都听。不是我，是章鱼哥，他传染痒痒给你们。不，不是我，是海绵宝宝了，他害我们大家都痒得要命啊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大家一起来消灭这可恶的污染源吧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快停啊，章鱼哥，不要再撒我痒了。不是我，谢老板。小瓜没礼貌，难道你不知道没有经过别人允许不能够随便乱舔别人吗？他天生就是这样啊，海绵宝宝，他什么都吃，记得吗？你看，小家伙把我舔干净了，我好了。他可以把任何表面舔得干干净净，连章鱼都行。换我了，这什么态度啊？女士优先了哈。我想应该是海鲜优先才对吧？你们不能跟我抢，因为我是个优雅的绅士。嘿嘿嘿，不需要吵架，我有个皆大欢喜的好办法。快点过来止痒，只要5块钱。要不要来份美味蟹堡啊？你还好意思问呢？你已经把我害得够惨了，我要两份，谢谢。赞呐！5块钱，谢老板。又赚了5块钱，快点帮他止痒痒。哇哦，小瓜，你把我舔得亮晶晶，你真是天底下最棒的瓜牛小宠物了。还是最会帮我赚钱的小瓜牛，快点继续舔呐！